来看到是大甲妈祖的绕境活动，越靠近墓地，地的新港奉天宫这个跟随的香客呢，也逐渐增加。从云林起驾之后，不断的有信众加入到整个绕境的队伍。虽然天气现在外头非常的炎热，也挡不了大家的热情，不少人还是顶着大太阳趴在地上，让妈祖的銮轿经过祈求平安。甚至还有不少的大学生特别从台湾的各个地方都赶来加入到了绕境的队伍当中，希望自己也能够亲身参与。 台湾的民俗盛事，妈祖銮轿从云林起驾往墓地新港奉天宫前进，而越靠近嘉义，跟随的信徒也越来越多。天气炎热，让许多香客做了不少的防晒措施，但看到妈祖的銮轿一到，还是立刻趴到柏油路上，让銮轿经过，祈求一整年的平安。那么脸全部都是黑的啊，回到家里黑黑的，女儿都快不认识我了。睡袋。 帐篷、棋子，啊，前面这放一些细小的东西啊，那样。也有部分香客先抵达奉天宫守候，因为怕到时人潮涌入，自己无法看见妈祖，不少民众都先到宫庙站的位子休息，或到附近走走，体验当地的文化风俗。那天气也是今年差不多上落还一天啦吼，啊，看大家这个老倌安尼吼，咱的信徒，诶，这个信仰嘛是同款的咧，啊，同款大家这老虽然老倌，大家嘛行出，行出健康，行出快乐。 另外也有不少大学生特别从各地赶来，有的甚至从台北学运的现场赶下来，加入绕境队伍，跟着妈祖一起走透透，希望趁着有空的时候，能够亲身体验台湾的民俗活动，更加深入了解妈祖信仰文化的内涵。